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深入的CC。我是荣，你是什么？开始吧，那废话这么多。哦，好，等一下我要检查一下我音频录的对不对。啊，应该没问题。嗯。哇，那里是杀人了，真的。对。哦，好的，所以你杀人了，然后你还录视频。是噻。对，挺好，挺好。啊，所以上一次我们快死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我怎么嘴贱把这个让观众回忆起来了，这个不对。所以上一次我们很成功的，然后和大家说了再见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啊，对，所以呢，今天真他妈假？对，我这水袋都满了。所以呢，这次我们要做什么？你说了，我们要解决食物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上次我们快饿死，然后快渴死，然后食物问题要怎么解决？你知道了吗？那个我听看到观众上面说的那个吧，苹果啊，苹果树和树苗啊，啊，哎，你做出来，你做出苹果树了吗？但是没有骨粉的。哦，没有骨粉啊，我有七个骨粉，那个从那个尘土里面弄出来的。快催催催！就是这个吗？就是这个吗？这个现在不是，这个就是项目。现在像树苗，对对对，你先把它催熟。我现在没树苗，哦，直接可以那个。有树苗，我有树苗，你怎么不跟我说？你不早说？对啊，而且这个可以直接拆掉。我去做了。奇怪吧你这人？你说苹果树会有树枝，对，会有树根，会有树，会有木头。如果它不掉木头怎么？这头上这个蜘蛛就一直在跟踪着我们，你看了没？从小地图上面，它跟踪着我们，在头上跟踪着我们，这太可怕了。它吐痰了，在我的脸上。好了，来吧。哇，好，七个。蒸汽。哎，对对，好，蒸汽。没有。我补完了。结束了。GG 没了，结束了，这一季这一季结束了，再见。失败，一个失败，一个失败，完结了。然后还有个观众跟我说，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克隆的东西，我们不用猪来发电了。现在啊，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东西。我要看一下，我要看它全是什么颜色的，我不知道。我要用西兰子来发电了。我要看一下，我怎么进不去啊？可看巧奇，看我你没有点吗？我点了。你看这个你没打了，这个是谁的啊？这是我的。你也要不要一个？你不废话吗？啊，好，那我也给你一个，但是我没有另一个发电了啊，另一个发电在后面。我没有那个大钳子，我大钳子呢？啊、我大钳子呢？在敲下来，拿钳子敲下来是吧？啊，在这里，对，应该是拿钳子敲下来。他扳手不是钳子。钳子。扳手。钳子。扳手。钳子。好，这样子你点一下啊，好了。已经是你了，然后我们死了之后就不用担心会不会复活了，因为我们会复活。脚下有灰，当然首先是对不对？我们得先被造出来，啊，我们才可以被复活。嗯、这电力够吗？先看着吧。对，你多少？我80 RF 杠 T， 杠 T 是最大输出，还能加是吧？我加。哇，还能加？哇，好，我加。哦，我不能加，为什么你能加？你能加吗？我帮你减一下。我帮你减一下。能减？帮你减一下。妈的！我给你剪一下，操，剪成零，永远做不出来，然后停电了，然后断电了，然后这个刚好，那就盖到那个机器的位置，然后就没了。对，现在半吊人，要晚上，要让我出去拿些尘土。对，等啊，蜘蛛，出来！你这还没你完了，你快进来。他不看我，好像没关系。什么东西叫进一个屌啊？你进去怎么办？我们出不去啊！对，我们家底下就有尘土哦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。我们挖哪个？这个房间吗？不是那个、啊，不是那个地方，直接挖从一个房间里面挖下去就可以了。也行，就这样。你看，这里吧，我挖这个，你挖那个。嗯，挺漫长的。我操！不要这样。走位挖，你往走位挖，对吧？你挖哪个？我再挖你脚下那个。哎，操！好了，前面那个还要挖掉。啊，你直接这样就……啊，不对，还要挖一个。或者直接你就蹲下来挖，全部挖掉也。蹲下来挖，趴在地上挖。哇，你怎么直接下去了？哇，有厉害，好厉害，有厉害。啊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挖到那个岩浆那里。四三。哇，怎么有恶魂？什么？有恶魂。我早看到了，你看完了，哇，在天上了，地图上有啊，哦吼，这游戏好他妈恐怖，太恐怖了，等下先挖到岩浆那里吧，会不会死掉？我先去试一下有没有骨粉啊，
啊，好。22个，我操！瞬间挖到22个了，真爽！哇哇，怎么我们出？哇哇哇，一个蜘蛛，我们就突然出去了啊！这因为这是尘土，所以没办法，我们必须要突然出去，要不我们就拿什么可以搭的方块啊？没有，然后对不对？没有，有个烈焰粉，哎，什么东西？盐，命运之盐已经打开，命运之盐是吧？嗯。我们怎么挖到那个地方？尘土。我先把我们家地下尘土全部挖掉，这样我们刷石机。哦，对，不有岩浆吗？岩浆还有水吗？啊、岩浆刷石机吗？对啊，但不知道怎么弄啊，怎么把岩浆弄过来？桶啊，桶要用那个，我们可以用粘土来做桶。你看任务收取奖励没有桶啊？啊、这个没有好像。哎，我有个鸡蛋。怎么会有鸡蛋？不知道。我要上来看一下。我要上来看，我扔了，不要，我扔地上了，没有吗？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1/16还1/8的几率，会有个鸡出来。8/8吧，好像。真的。那个已经盖到你的鸡鸡位置了。鸡鸡的位置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克隆啊。哦。你挖这么多，你疯狗一样的挖，我操。对。我叫西兰。你叫？挖掘疯狗西。挖掘者西兰。或者说。掘墓者西兰。对。掘墓这个拿一个铲子会快一点，猪脑子。铲子木头不能做工具啊，可以吗？是吗？我们不是试过吗？我不信、啊。看不行啊，可以啊，啊不可以。你看，哎可以啊，哎可以啊，哎可以用木头做工具啊。你看，哎可以啊，你看，哎可以用木头做工具、啊。木鸠，再见。你做了吗？我操，我花了两个，他妈直接炸掉了，我操！真的假的？那有什么用、啊、不知道有什么用哦，对，可以用来挖那个石头什么的，会快一点。但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个快一点、啊、快一点点，尘土的制造时间就可以挖5个了。说得好，我敬我愿意。对对吧，我的枪是假的，没有子弹。这苹果树长了没有？哎，我看一个小原石。哎，我们做两个这个。哦，不对，这个的话要用线，但我没有线。原石，哦，原石是好东西。哦，什么东西炸了？苦力怕一群这个东西脆不熟、啊、塔利班恐怖分子啊？脆不熟？真的假的？苹果树怎么办？等死呗。我有两个骨粉，你有几个？我全用完了。我的天，我们应该64个一次性全部用掉。不要一个一个用。我听我的 ESC 键突然掉下来了。我买到键盘第一天就是想看这键盘是什么，那个轴长的什么样的，所以把它拆了下来。现在一直很松动。你玩奶子去吧你。那时候你和我一起弄。ESC 键掉下来，端弹下来了。对。我一按它就弹出来了。非常烦人。有时候，嗯，有时候是吧？对，我不知道这些粉可不可以用来做，哎，可以，哎，这可以做方块。这么多，这个能这么多能量啊？真的吗？能量有点多啊，40万能量，现在才用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了，我的怎么没有能量了？为什么我的没有能量了？对，你没有能量了你。为什么我没有能量了？我没了。不是，我的能量他妈这么多，我。为什么？会因为我4个全开了。开什么东西啊？我4个输出全开了，所以我的能量在到你的这个方块里面。你个傻逼！对啊，我把你这个也开了。开好了，你的能量在到我的里面去了。哎，没有啊，哎，有了，有我操！哎，怎么开这东西？哦，就那个改成橙色的，你那个看右边那个小齿轮，你打开。然后那个是5个端口、哦、你改成橙色了、哦、它就是输出那一端、嗯、应该是这样子。我可能完全在胡扯前面。是吗？对。我看哦，你看很懂的样子、哦、长了苹果树长了。长了吗？骗你的。哦哦，你看这骷髅为什么戴了一个帽子，还是什么，这什么东西还戴着。我是忍者骷髅。忍者，他老婆被人强奸了，戴个绿帽子，对，原来如此。
我挺喜欢我们做的这个屋顶的，没有人可以下来。你这是原始皮肤啊，好丑啊。对啊，你是原始皮肤。我是那个、哎、我不是原始皮肤，你是。我不是原始皮肤，你是。不是，我不是，你是。我他妈截图了，操。啊，我也截图了。你截图是这个铃声是吧？对。我截图就是这铃声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这么凶。好了。哦，挺好的，这样我们死了就不用怕了，我去死一次了。你死一次吧。你还真截图发给我了，不要死，不要，万一如果游戏出错了，然后我真的对不对？删倒，没死绝。对，哦，对你死了就完了，就等没了是吧？对，是的。真恶心。哦，对我死了会没了，哇，真的假了？那怎么办？你不能死。我怎么又拿到鸡蛋了？为什么有尘土里面会有鸡蛋？好，看一下后，看好，见证生命的时刻。What？ 大头鸡，有鸡了，别让它死了。哦，我们应该给它取个名字。哦，好可爱，叫小鸡，小鸡叫大伟，大伟，小鸡子，小大伟，小鸡子，哎，这你妈顶他呀，顶到墙，干死啊！很可怜的干，好可怜啊。两个小子，哦，我有种子，我可以让他。我就想摸他一下，怎么办？我就想摸他一下。哦，我的种子不可以，没，哦，不要，他只有两颗心，怎么办？你是不是那个失水了，脱水了？我对我快脱水了。哇，外面怪物在燃烧，我们可以做个木剑还是石剑什么的？我估计看一下爆炸了。我要做一个石剑。好，我有足够石头做个石剑。我们家是没木头了，不会吧？啊，还有，吓死我了。有，我身上还有20多个。原木吗？不是木板，还有原木，五个原木。你怎么都藏在你自己身上？拿去，滚犊子，妈逼藏到我身上，我真是操死你。好，我有一个石剑了，我不知道可以用几次。去看一下去。好，它上面写了一次。我要去试一下，对，好，现在试一下，没了，一次就没了，我们浪费了这么多石头。蜘蛛会打人吗？白天不会啊，你为什么打他呢？你是有病？他亲一下，你要试一下吗？我不是，对，我不是，休要骗我是吧？银石粉，看他们这么想进来的样子。皮革和玻璃瓶合成这个水袋子。水袋子，你造不造？水袋子，你看这鸡可以出去了。小鸡子，我，嗯，哇，他打我，你骗我，哇，我要死了。哎，你叫我 CC 妖姬。Thank you.